有股友问，气血不足可以辟谷吗？辟谷是自然疗法，辟谷的过程就是启动激活身体自愈力，令气血充盈的过程。瘦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瘦而弱。辟谷能促进血脉畅通，增强肠胃功能，排出速度，再配合适当的运动，就能达到增强体质，改善瘦弱形象的目的。